雄东峡好，东峡降雨台湾日显好，那林志升林老师，来自那边，来自那美西党部林志登好，那我们都给那个美西党部的主委哈，蔡明长蔡主委，啊，各位每一个法律人哈，必定要拜读他的大字哈，我们的陈正和我们的陈大法官，还有我们的侯律员哈，我们的侯顾问。我跟大家听好我们的主讲者，我们的 Mr. Michael Mitchell 生，对，那是三个公民要加倍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恭喜，恭喜大家怎样？当然是的，是的，对哦。当然的亲属值得受鼓励，因为那不是值得竞选的，对不对？不值得心血开的来的，这个五郎主持人是别的人，五郎主持人是台湾人，你对最小的不然，真的五郎还不能如何尊严，你对那是多大代表，那是许多真的喜爱，对不对？一件那是颠覆台湾，那么在台湾参加你们几个不走周期的圣公是对近地完全的关系环保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，我完全的很拜读，全世界一百九十几个国家，我是联合国的会员，是。原因就是因为台湾曾经经历过一段非常有争议性主权的转换的过程，大家拢知影，其实历史世界大战美国战败，伊只是放弃台湾军马，伊只是放弃主权并无完全转移给中华民国。时阵是战胜国，你是军事占领国，所以伫国际法顶端，你有权利，你嘛有义务，也做一个无主权的国家，你先立所有边民政府。不过真可惜，台湾这个土地，后起来伫中国打败你共产党人的政权，就是中华民国这个政权来占领。战斗底下，以中华民国自居，但是以完全的领土包揽主权，所以今日我们受苦，我们是希望你个政府会当负起伊伫国际法顶端的责任甲义务，我希望你个政府会当协助台湾去深入所有边民政府，所以今日我们有一个非常深切的观念，台湾的需要独立，台湾的需要独立，台湾需要是真真正正更改变革。咱必须爱将主权有得过程甲美好前程。美国迄个时阵，既然是军事占领国，伊就有义务爱帮助咱，伊袂当让中华民国这个假案啊，把咱打好条。这六十几年来，美国、中国、台湾的关系太过纠葛复杂，但是因为美国政府，伊从来唔肯亲自下场去面对这个损失，但是伊必须要协助台湾这个土地。所以我们今天爱非常辛苦，投入你的政府，提出你的担当。当然，我们在这也要拜托所有台湾人民，我们认为清楚，在台湾这个土地，无所有的中华民国，因为台湾从来唔捌建国过，对不对？这条路非常长，非常漫长，但是只要咱有信心。咱曾经伫这个土地遭受过非常残酷的历史事件，咱遭受过刻薄的是刻薄，但是咱依然有才调。伫国民党之前六十天，咱推翻伊，所以咱只要有信心，咱只要认同伊，咱只要对土地有感情，咱就以后咱的家家先生、继续先生，咱就以才调更加成功，恭喜大家！
谐音好不一个词啊，谐音发出台湾外省建构，好不好？好。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，这里对台湾有爱心加关心。真的，真的。我是第一个声音，第一个跟您讲啊，所以咱特别爱听歌，信用宣传，信用宣传，只要声叫出来，所以自己上天听到咱的声音，上天保庇啦，希望家人真正能继续成功，感谢大家，感谢，谢谢。